哦，小哈喽。哎，你也不是想要去金马仑还是银顶过年的吗？是吗？是，爸，去玩耍。今天公公生日不好，我看不要去了。去嘞。要去问姑丈喽。去啦。要去问姑丈。公公，过年去金马仑玩吗？能去了，脚不会走。金马仑哎，很冷啊，一起去啊。是哦，一起去。是哦，公公。一起下午玩嘛，全部人一起去。你们去的。啊，小孩子他们要去金马仑，陪他们去嘛。学校假期，你带他们去走走。我没关系。孩子都睡了吗？孩子都睡了。酒不要喝这样多，身体要紧。爸爸不让睡了吗？儿子，你去台湾读书还是去玩耍？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回来？这都是带回来给你们过年的零食啊。是哦，这样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们直接上金马仑，我们不去奶奶家吃团圆饭了。记得，我们马上回去收拾行李。儿子。宝珠啊，知道吗？以后长大要孝顺父母，知道吗？宝珠，宝珠。这给两个小孩子的了。我小孩子睡了吗？Thank you.
明天回妈妈家吃团圆饭来。怎么嘞？你去年不是答应我今天回我妈妈家吃团圆饭？哎呀，五弟从美国回来，然后去初一又上去了。你家聚我家不用聚啊？爸，我们回来了。爸，我能做你了。那爸，我能做到你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你家没有回来，怎么又回来？爸爸，我想你嘛。本来是没有回的，但是明早我们就要赶回去了啦。嗯